哎，太阳出了，月亮回家了吗？对呢。星星出了，太阳去哪里啦？在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，它回家了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妈妈，哎，叶子绿了，什么时候开花？等夏天来，花儿红了，花是能去摘吗？等秋天到，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会长大的。花儿、叶子、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宝贝，哎，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，我呢我呢？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，他回家了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妈妈，叶子绿了，什么时候开花？等夏天来，花儿红了，果实能去摘吗？等秋天到，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它会长大的。花儿、叶子、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像太阳照着妈妈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，我的我的我的，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，哈哈哈哈，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